中山区的这个候选人哦，叫黄燕如啦，要甲你请教讲，你新结个，你哪会走来到高雄，遮讲要来起工，伫个遮起工，在这边一个第一步，踏出第一步吗？原本我是大学了后毕业，去做兵，做海军。海军之后，我去澳洲打工旅游。啊，打工旅游迄当时拄好，我出国迄当时是洪仲秋25万人上街头。啊，上街头了后，迄当时一直拢无对咱政治、咱社会，其实拢是较无咧感觉。知影讲足侪人。刚刚有咧喊声，但是这个政府拢无咧吵，啊是感觉讲嘛是足冷漠的，嘛足失望的。迄当时去打工旅游嘛是想讲要赚较侪钱，有法度来转来，来家己日子会当较好过。但是讲到几个月了后，到尾啊，迄三一八的代志发生了，才知影讲，即阵咱台湾发生了这么侪代志，为反媒体垄断，迄马王战争。到迄三月福茂安尼过来，啊，咱是感觉讲，咱家己咧国外趁钱，啊，国内发生安尼个代志，咱毋知讲，咱若搁趁一冬，转来，迄搭着咱转来迄即台湾是啥物款个台湾？所以讲，咱决定，我五月甲头，甲迄头路辞掉了后，就倒转来看会当做啥物代志。因为过去拢对政治较冷漠，所以讲咱熟悉物件嘛较少。但是即阵迄熟悉资金出去了后，咱就不断咧读册去学习，才了解讲咱足侪代志真正是等袂着别人站出来，咱一定爱家己站出来。啊，若无别人会替咱解决，大家拢是咧看啥？即卖的这社会这政治，大家拢是咧看钱、看利益、看权利。啊，无人来看咱百姓，嘿，所以讲，虽然讲我人伫个新竹凤山，但是为咱的故乡来出来，来做政治的改革，咱想要出一份力，来改变即即卖政治，而且咱相信讲即卖咱的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人是感觉讲，继续放互烂是袂用得，所以讲咱要站出来，是安尼。啊，你站出来是你的。爸爸妈妈敢会惊，因为新竹遐吼，拢足古语足老实的，遐的迄落对政治啊，大家拢去向过去，拢有国民党统治甲乖乖安尼。啊，你要出来，佫无党无派安尼，爸爸妈妈敢会反对？拜拜。好，安尼吼，好。拜拜。